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早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四周星期一，弥撒经文是采用敬礼及弥撒小册子的第二十一页，读经是平日弥撒经文的第九十六页。本台弥撒是为以下的意向奉献： Alice Yudaria Kehiru 的灵魂安息。的确，主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他所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平安与你们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是我们在各种危难中的避难所，我们在忧伤中投奔到你台前，我们怀着信德求你仁慈垂顾所有受苦的人，赐亡者安息，安慰悲痛的人，医治病者，赐平安给临终者，赐力量给医护人员，赐智慧给领导者，并赐我们勇气以爱德走近众人，好能一起光荣你的圣名。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恭读欧塞亚先知书。上主这样说：看，我要诱动我不忠的妻子，领她到旷野和她谈心。她要上到那里，就如她幼年时，就如她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一天一样。到那一天，她要称呼我为伊士，我的丈夫，不再称我为巴里，我主。我要永远聘娶你，以正义、公平、慈爱、怜悯聘娶你，以忠实聘娶你，使你认识我是上主。上主的话。上主慈悲为怀，宽宏大方。我要每日不断赞美你，颂扬你的名，永远不止。伟大的上主实在应受赞美，上主的伟大高深不可推测。世世代代应宣扬你的功程，世世代代应传述你的大能，讲述你的威严尊荣，彰明你的奇异化工。
他们要述说你惊天动地的威能，不断宣扬你的伟大无凭，广传你无穷慈爱的纪念，欢呼歌唱你无限的公义。上主慈悲为怀，宽宏大方，他常缓于发怒，仁爱无量。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对他的受造物仁爱慈祥。阿利路亚。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毁灭了死亡，藉着福音彰显了不朽的生命。阿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攻读圣马窦福音。耶稣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位首长前来跪拜他，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可是请你来把你的手放在她的身上，她必回活。耶稣起来跟他去了，他的门徒也跟了去。看，有一个患血漏十二年的女人从后面走近，摸了她的衣服穗头，因为她心里想，只要我一摸她的衣服，我就会好了。耶稣转过身来看着她说：女儿，放心吧，你的信德救了你。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耶稣来到首长家里，看见吹笛的和乱哄哄的群众，就说：你们走开吧，女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讥笑他。把群众赶出去以后，耶稣就进去，拿起女孩子的手，小女孩就起来了。这消息传遍了那整个地区。上主的话。今天的福音里面有两个的奇迹，都是耶稣藉著触摸。所以第一个的奇迹，那个首长他希望耶稣去到，虽然已经是死了，但是他说：耶稣，你放着手在他身上。耶稣真的去拿着他，接触他。另外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病的女人，也是想摸一摸他，摸摸甚至他的衣服的边。而他又说摸了他耶稣的话就会好的。但耶稣明白得到他们要有藉著触摸耶稣，但是这些是很表面的，这些只是一种的感性上面未足够，他要由这些触摸达到他的就是心，达到我们的理智的信。触摸触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怎样才为触动接触得到耶稣，或者耶稣接触着我们摸着我们。今天的第一篇的读经，一篇的先知书里面，经常在旧约里面或者圣咏那些都有着这个的描述。描述的就用着夫妻之间男女的关系。你想想，是一种的怎样为之触动呢？受天主受基督的触动的，就是以正义、公平、慈爱、怜悯、忠实
而的关系的就好像是聘娶一样。我们神修来讲的话成日都会讲了，就是神婚，神婚受基督所触动，基督触动我们的就是好像一个领了洗的人，凡是领了洗的人就是好像跟我们的主结了婚一样。结婚的意思即是说有着一份的承诺，有个决心是一起，这种的一起一定有着那种的触动，一触动就是感受得到天主就是正义的、公平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是忠实的。这些的触动我们有没有呢？这些的触动很重要，不是只是冷冰冰地去到教堂，冷冰冰地去领圣体，不是，要有着首先第一步的要有着这些的触动，也都不是只是习惯性，习惯性或者我不去教堂就不舒服啊那类。但我们一定要基于的就是有一份的触动，去到教堂弥撒祈祷办告解，这些的触动。但这些的触动一定要不仅只是一个的感受，而一定要去到我们的理智里面的信，能够藉着这些的触动的话，我们去到弥撒好，朝拜圣体好，告解好，种种的圣事里面都能够由触动入到去的，就是信主，我信我的主，我的天主。所以耶稣基督在两个的奇迹里面都有说，要带藉着这些的触动，要带到去的，他说你的信德救了你，不是只是你的触摸我而得到治疗，而是藉着你的信德。所以我们一一这样恳求着，恳求着我们的主，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份的触动，以这份的触动能够感受得到基督他的怜悯，他的爱惜，他的忠实，而令到我们藉主这个触动去到我们的信德，我们立刻会跪低向着我们的主说，我主，我的天主，我坚信你。而藉主这份的信德的话，奇迹就会发生，奇迹就会令到我们好好地出去。这些的奇迹就是一个神婚之后，一个所有领了洗的人就是跟耶稣基督一种的婚聘娶。有着这份的聘娶的话，我们活出来的跟随着的耶稣基督所行的善行，这样才能够带动着我们，亦都将这份的喜悦的心，这份慈爱的心，这份怜悯的心去来活出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这样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样才能够每一天活得很开心，活得是充满着信心，活得是充满着这份怜悯的心，去来永远去来行善，能够好好地去来令到旁边有需要的人能够得到上主的安慰的。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天主，
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为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上主，求你收纳我们在这危难中向你献上的礼品，愿这献礼因你的德能成为我们获得医治及平安的泉源。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你以仁爱创造了人类，又以慈悲藉着我们的主基督救赎了按公义该罚的万民。尊威的天主、天使以及天上所有圣人，藉着基督赞美你、钦崇你、敬畏你、欢悦庆贺你，求你恩准我们也和他们一起谦恭地同声赞颂。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命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和我你卑微的仆人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盛世权贵，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地。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主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安息。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从你手中领受了永生的良药，求你藉此圣事因此我们得享天上彻底的痊愈及圆满的光荣，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弥撒礼成。圣人罗格随役主保重。天主，你曾垂允圣罗格恳切之祈求，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俱得免疫症之害。我们恳求你，因赐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赖他的转求，除免我们神形诸役。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大圣罗格。